那小子怎么无精打采的？看来他真的跟崔素媛分手了。姐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姐夫，还跟他那么幸福。反正他们是根本不可能在一起的。怎么，你怕你的过去被揭穿吗？抛弃我儿子，怀了别人的孩子，开心吗？按照我说的去做，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。黄市长，你还真了不起哦！你本来就是这么可怕的人吗？我到现在从来没后悔过自己做的事，这是我第一次后悔，竟然爱上你。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到8点，东森戏剧台，相信爱情。